边的多小房子。哦，为什么他们在那里？哇，打架！自己站上去。哈哈，他们的哦，打架。他们怎么在打？他们在吵架。那等一下被老师看到就会被骂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他把他压到草草里面。有吗？在那里玩的。脚，那个，这是玻璃的，这里又在吵，啊，掉下去了，往一只脚来说，都跑过来了，跑过来了，啊，两只都下去了，再打一遍，你跟两只要打架，我打成这样子。他们抱抱吗？他们抱抱。哦，他们在亲。他们抱抱多好。哦。大猩猩。哦，还有。就这样，那帮你再这样。这个好像啊。我们看看亲戚卡。我们跟我录另外讲。他爬山去了。对呀。对啊，他们好厉害。大妈这么一起互动。爬得好。介绍他的习俗，介绍他的什么？200。展开手臂宽度超过刚爬下去就爬上了，这边吗？不知道吗？我金刚都超低，像枪后面的，那是金刚宝宝。金刚宝宝去，1987年来的宝宝，1987年的宝宝，不符合动物园的规格。对，这就是他被爸爸凶到的。这个床太多，他在一边发表情绪，一直在叫。可是我一直以为那表情很生气，所以我就很开心。你的你两个就会问，有时候问了，我就是他跟他说那个那闪电很厉害，他跟你说，啊对啊，我没有说是另外一个地方，你就过去了。你刚才我跟他讲，对啊，我也跟他说，我说我看两次，你就公正，我看他傻不傻，所以说，啊有时候啊，如果下午的时候会叫他进去啊，那边那东西就没有了，就是。有奖金没给，因为1999就有奖，他不知道你写在那个公文里。黄椒。嗯。我怕你找不到，那草太长了。不见了吗？还是没有丢给他？
找不到。丢在那那草地上，那就是找不到，我就没看到有。哎嗯，假扮你等很久都没有，嗯，不理他。开心呢。半个半个。对。一个。草太长了，难进去。他如果吃黄椒。他在品尝，嘿。